来耍三江龙溪镇，将有够上万户的民众溪镇，桃园市长张善政是批评政府的能源政策造成。透早因为方便落大水后，新北市真侪所在拢淹水，台北车头的地下室嘛积水，机场直运受到影响。美国《时代》杂志指出，讲 Google 继续提供以色列军方云端的服务 ，Google 的员工搁停巴勒斯坦的民众失去公司抗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十八公司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台先来看台湾的东洋药品在疫情的时阵哦，甲代理德国 BNT 疫苗公司直接买疫苗的过程，传出有内线交易。苏宁地检署今仔是起诉前总经理徐俊荣等十四个人，致被告等之犯罪所得，除于侦查中经查扣及缴回。共1亿6535万元外，其余上亿元之不法所得，亦均依法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以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当用药品在2021年，予检方以违反证券交易法来调查、找找资料哦。前总经理徐俊荣是以300万交保，后来又搁查到讲徐俊荣涉嫌用假发票来逃税，搁有掏空公司的资产。检察官嘛发现讲，计共是有146个被告涉案，涉案的金额超过3亿。今仔甲徐俊荣等14个人提起公诉。再来看台中市西区的金美成品立恒商场，昨下晡有一个24岁查甫人，伊炸两桶10公升的汽油，泼伫3楼的册店哦，想要放火，保全甲人压起来，警方嘛随到现场去抓人，犯案的动机哦，目前是搁在调查。国务警官紧急封锁电楼梯，禁止民众去三楼。现场闻到的拢是汽油味。台中市西区金美成品立恒商场的三楼，第17下晡的2:50是传出有人泼汽油，想要放火，互底下踅街的民众真惊吓。就是在成品这一楼啊，所以我们赶快下来，我怕烧起来的。很怕哈、哦，对啊，很重的汽油味，对不对？消防局他们都来了。风破汽油的是成品册店，嫌犯想要点火的时阵，予保全阻挡，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警察是随意现行犯，甲逮捕压制。台中警方讲，嫌犯是24岁姓王的查甫人，现场查扣2个10公升的汽油桶，内面的汽油拢予伊破掉，佮2个赖打一个黑色的牌呀，犯动机搁在厘清。就是把汽油泼洒在楼外，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制止。民警到场后，迅速将王先逮捕。现场查扣10公升、汽油桶2桶、打火机2个、黑色背包1个等证物。啊，本案犯罪动机仍在调查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王嫌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成品册店讲，因在第一时间就疏散人客，并无人员伤亡或是灾损，后壁会全力配合警方来侦办。警方先后甲姓王的查甫人，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连续3天拢有大规模的失电，有上万户的民众受到影响。桃园市长张善政是批评政府的能源政策造成。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强调讲，失电哦，不是因为欠电，是配电的装备歹去，大家要理性沟通。透早我要8点的时阵，桃园市阁传出失电，即个是龙潭区中正路、中兴路迄块咧啊，还有3林里、大北里甲民友路，拢发生规线跳去。分别造成5332号、4605号，又阁有正万户停电，台电是派人赶紧去修理。那用电用多就会担心啦。早上我们就做事做一做的时候，它就突然整个灯关掉熄掉了。如果一直跳电，就会很不方便了。桃园连续3天发生大规模的停电，这个桃园市民是真不满，拢去蔡英文总统的人面前留话，批评桃园又阁停电啊，要起电钱阁要停电，这是虾米款的政府？经济部长王美花嘛，去予立委质询有关桃园大停电的代志。桃园是配电的设备坏掉哈，跟供电的系统没有关系。那张善政说能源政策荒腔走板，有这件事情吗？桃园的这个事故哈，跟供电完全没关，所以我想大家就事论事。上位的能源政策有问题，让台电的财务不健全，让它整个系统维护的这个整个基础设施都没有办法做到位。
通市长张善政也批评讲，台电小连锁的事故已经不是单一事件，是系统性的问题。呼吁赖清德新政府一定要好好面对过去八年蔡政府乌鲁木齐连贯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方面来到台湾哦，所以一透早就落大水雨。新北市有真侪所在拢淹水，新北市的芦洲、五股、个十字哦，有的所在因家一个冷纳千里关，台北车头的地下室嘛积水，机场直运受到影响。另外，伫北投的中央北路二段附近有一个涵洞淹水哦，有两台车掉的，加载是无人受伤。气象署表示，讲会继续来针对台中以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哦，要等到暗时雨才会发生。经过车龙放慢车速，新北市芦洲区复兴路往宽体大道方向，大台北市场附近因为透早降降雨，路面规个积水。暗过新北市唔那这边出现积水，轮胎过半。就连芦洲往五股的步环积水管道嘛有半零管，甚至嘉东路中德国小附近，我那出现细条河。无大雨就淹个啊，无真正也唔捌啊，六点就雨大大，就开始淹啊。十八透早北台湾。熊熊落大水雨，伫新北市市中德国小边的这条巷啊，一规个大淹水，而且看到这奥多麦拢倒伫涂骹，水上悬的时阵差不多淹到一个人啊，这么悬。即马相关单位嘛，赶紧调抽水机来做处理。新北三重埔新庄五股泰山八卦十字，短时间的强降雨雨量每点钟拢达到70毫米以上，造成真侪所在积水。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强化三级开设，市长侯友宜讲，真侪所在积水拢已经排除。淹水除了汐止有一件是因为工地围墙挡到我们排水系统，所以目前也在抽水当中，其他的淹水都已经解决。唔呐，新北、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二段附近的暗坑嘛淹水，造成两台车掉伫内底，好在暂时无人受伤。台北车站代替往基捷连通道嘛出现积水，民众一直讲那亲像游泳池。现场有封锁线，工作人员无用清理善后。虽然捌影响基捷的营运，暗过积水已经排除，恢复旅客通行。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到早起九点半，即阵大雨造成16位积水，拢已经消停，树啊倒起有5件。气象署表示，方面到台湾，全台湾水气拢有较济，其中台中以北甲宜兰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整体来说，全台各地的下雨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尤其刚刚提到的，在台中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整体的雨势比较趋缓下来，要等到今天的晚上之后。气象署提醒，大雨可能会有雷公线啊，甲透强风，民众出门要注意安全。而且十八暗时啊，雨都渐渐减少，十九方面都慢慢离开，暗过水气也是会较侪，各地也是有落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今仔北部落落大雷公雨，也毋过全台湾各地水库目前存水哦，全拢量拢真无够。水利署是统计讲，咱国内21座水库目前是有14座哦，水量存无够40%，阁有4座存无够20%。水利署嘛表示讲，石门水库的灌溉区哦，因为雨水无够，目前哦是轮流淹残。地科管理局嘛，互要求嘛要求厂商得爱省6%的水。拜四早起，当是上班上课的时间。北台湾大雨一直落，虽然造成民众的不方便，但过小可会当解决欠水问题。到18早起10点钟，翡翠水库集水区降水量超过1000万吨，会当供应大台北地区差不多4天的民生用水。但过目前国内水情正严，有立委是真关心台湾敢会有旱水措施。我们相关的水的韧性计划，不断的增加这个南北水的这个调动跟供应，那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做。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国内水情甲3年前百年做大旱比较起来是无同，也是有陆续一寡雨水入来，因为刚好是大水期的尾声，会透过供水轮型的计划，稳定水资源的调配。点开经济部水利署的网站，国内21座水库有14座水库欠水量较无40%，其中有4座水库是比20%较少。台中的石冈阿坝9.6%，南投雾社水库19.8%，嘉义仁义潭水库18.5%，台南的白河水库17.1%。经济部水利署是回应会谨慎应用。
多省水，那产业也自主节水。那所有的抗旱的备援措施，由北到南，我们全都盘点过的。厂商到目前的执行状况都约于节水6%以上。厂商他们自己自主节水之外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厂商都会加强使用这个再生水。因应水情不乐观，德科管理局的厂商已经先签水车合约做预防因应。另外，石门水库的灌区因为落雨无亲像预测遐尼多，目前采用轮灌。气象署表示，虽然方便收连续的报道，也毋过对水情的帮助无偌济。若是想要真正解决欠水的问题，恐惊也是要听候五月到六月黄酸雨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关庙先生真侪日得顺哦，也唔过今年雨水较少，天气阁真湿热，所以善良哦嘛减少真侪，嘛较慢收。另外每年的梅啊哦嘛是同款，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善良嘛减少真侪。大日头之下，得顺农真是手会乌开土，阁背一个，规日得顺地晒满出来。伫关庙两甲一带，日得顺栽种面积超过500公顷，不过今年煞拄到气候的因素，善良减真侪。我们是有在灌溉，灌溉的就还好，哎，有的是没有灌溉，没有下雨的话，它就不会湿润，啊，不会湿润，它就不会长笋子。主要原因就是春雨偏少，加上天气热，竹笋延寿期长，产量减了一大半。现在多少是正常的采收时期，煞无货当收。没有雨水，所以今年笋子没啥笋子。以往到货量大概都2-3千嘛，这个时候。那2000多、3000左右，哦，那现在目前到货量还不到1000呢。二位娘的麦芽嘛是同款的状况，原本要放在河沟溪变大的麦芽，却因为欠水设备大粒，因此嘛无采收，落了规土骹。先前近日开花甲结果的时阵，拄好拄到大雨，并且遭受到高温、热风等剧烈的天候变化，雨产量减真多。因此一透早，农务单位嘛来回勘了解状况。啊，去年是节水累累。哦，一直都没有下雨，太过干旱也是百年干旱。以去年梅子就长不大，跟花生米一样大而已。今年是那个果粒是比去年还大了，哦啊，但是很少。整体来讲，梅岭大概是2-3成左右了，哦。收成减真多，一般是物件少会变贵，但是按照目前的笋产地行情，每台斤大约80-90元，但是供货量少，并且受到雨季心理影响，市场的交易嘛无真少，一段气候之下，嘛予靠天吃饭的农民是真无奈。记者郑云达报道。再来看波斯湾地区哦，最近一直咧落大水雨，有真侪车拢浸水。杜拜在12点钟内底哦，落将近一吨的雨量，嘛造成公路交通佮机场的航班大乱。另外，阿曼哦嘛透大风落大雨，嘛造成严重的伤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上侪的城市杜拜，16日落大水雨，因为杜拜无生态性降雨，车路欠缺排水的设施，致使真侪车拢浸伫水底，嘛让路人的交通大塞车。根据天气监测站的资料。杜拜在16日12点钟内就落超过120毫米的雨量，差不多规年的降雨量。然后杜拜国际机场的天气病也差不多受大水淹去，所以取消超过50个航班。当地政府也宣布，16所有政府机构和学校拢改做远端办公和教学。阿曼空军出动直升机协助搭救受困的几十个民众。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落大水雨的前几天，阿曼每10时就开始出现雷公四纳透风落雨，地处北部和东部几个所在山顶变大水，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10岁至15岁学生。所以阿曼在15和大部分所在学校关起来，真侪条车路嘛因为安尼封起来。遐那阿萨基阿省嘛做大水，为15到达搜救行动要持续咧进行。即个风暴嘛在15暗时啊。影响附近其他挖海的国家，包括巴林、首都贝拉马的车路，也受大水淹去，水有到半个人的宽度，车都在水底咧驶。也若在中美洲，就算目前还是春天，不过因为烧影侵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上高温升到摄氏34度2，破破国家气象局塔科巴亚天文台在1998年4月份上高气温的记录。Es una exageración de calor, la verdad.Creo que tratamos de salir lo menos posible. Por eso yo que estoy en el comercio, tratamos de estar lo máximo que se puede en la sombra. Aunque pues ahora sí que la utilidad que tengo es acarrear, bajar, subir.
y pues sí es estar fatigados con el calor, tomar bastante agua, hidratarte lo más que se puede。墨西哥国家水源委员会甲气候变迁研究员拢表示，小英恐惊会和墨西哥其他的州温度超过摄氏45度。有专家指出，全球的气温持续加高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为制造排放的温室气体，加上今年刚好遇到圣婴年，地处东部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加高。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阿拉伯地区面对75年来上严重的水灾，在全球第二无用的杜拜机场，也因为淹水哦，造成真侪航班延误，也是讲取消，目前嘛至少造成19人死亡。落大风、透大风，机场的班机被迫延误，也是改降，跑道直接被水淹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昨日开始上大雨，扰乱全球第二无用的杜拜机场的航班。拜三差不多有290台航班被迫取消，另外有440台班机因为安尼延误。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m not able to get through. It's a total difficult situation. I'm trying. I want to go home.外界质疑阿联最近是不是在进行人造雨解决欠水问题，才会致使这届大雨灾情。不过当地气象单位好像有进行人造雨，机场内真侪旅客拢滞留，有一挂人已经等超过24点钟。杜拜机场拜三关2点外钟了后，才慢慢恢复运作。沙漠气候的杜拜，4月份平均的雨量仅仅个位数，不过从拜五暗开始，雨道路无停，欠缺排水系统的道路开始淹水，一挂车拢浸伫水内，而且到拜二早起，雨搁较大。阿联国家气象中心指出，当地24点钟降雨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هي من ناحية التاريخية لأن أول مرة يعني من تقريبا 57 سنة تسجلت عندنا كمية أمطار 254.8خلال أقل عن 24 ساعة. 大雨嘛侵袭沙特阿拉伯甲巴林，一挂汽车被大水淹去。阿联是去年 COP28 的主办国，进前都被警告全球暖化可能会致使大水灾情。学者嘛指出。因为造成的气候变迁，才有可能和阿曼和杜拜常常落这种致命性而且有破坏性的大雨。As the world warms with climate change, weather is going to get more extreme. That's what scientists keep saying. They've been saying thi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自从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的温度已经升高1.1度。科学家警告，除非世界各国开始大幅度削减碳排，按来无温度也会继续升高，极端天气恐惊会更加常发生。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伫拜二表示讲，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是无啥改善哦。我个嘛认为，第二来恐惊未降利息。鲍尔单位哦，嘛好比一个是利率欠悬，其中两年期的是去超过5%，嘛是最近5个月来的新悬。The recent data have clearly not given us greater confidence, and instead indicate that it's likely to take longer than expected to achieve that confidence.顶个月初，捌伫个国会听证会顶官表示讲，离降利息已经无远的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态度是转较变较保守。16日伊伫一场活动内面，明确指出讲，伫个通膨降温对2%的目标跨过去进程，现有的利率未去叮当，暗示讲唔若降利息的时间会延后，降几摆含幅度嘛可能会比进程评估的搁较少。美国3月的 CPI 年增3.5%，含2月的3.2%比无减点都增加，而且核心 CPI。连续3个月起，鲍尔将的论调和美国有漏气，都向收盘终止连六日，但纳斯达克标普500拢收哦。The markets have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or so moved higher because of the idea that there were going to be multiple rate cuts, and that has propelled the equity markets. But now the equity markets are pulling back off of that sugar high because they see that.There are going to be fewer rate cuts, if any at all. 像是国际货币基金认为，讲虽然真侪国家面对通膨的压力，但是美国含一挂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阁算强。啊，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对一月预估的3.1%，对顶悬加到3.2%。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display remarkable resilience, with growth holding steady and inflation declining.
即摆 IMF 甲美国经济成长率调升到 2.7%，比一月报告是增加0.6个百分点。中国拄公布第一季 GDP 成长是5.3%，嘛比预期佫较悬。IMF 无摆拄甲中国今年的成长数字调起哩。不过 INF 嘛承认讲，嘛是佫爱观察中国消费需求含房地产的危机敢唔改善。因为佮继续的通膨含地缘政治的风险嘛，互 INF 对经济前景的态度是保持谨慎。公司新闻张惠美翻译。来看昨暗头啊，华人的近海又阁发生规模5.2的深层地震哦，上大的震度是4级。气象署是表示讲，这是华人4月13日地震的地震尾，嘛提起讲恐惊会阁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呼吁民众着爱特别细腻。外面会当看到车雄雄是海甲真厉害，昨暗头啊，华人近海哦又阁发生规模5.2的深层地震。气象署是统计哦，4月13日大地震了后，到今已经发生906起的地震尾，其中哦规模5以上的地震，计共有35起，虽是正常的能量的消耗哦，也毋过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再来看台中的头版KK哦，今年1月中到3月底哦，拢有真侪死鱼啊，嘛验出有氰化物。环保局是表示讲哦，可能是水头的电镀工厂头排废水造成的，目前是查到有12间业者违规哦，嘛已经依照水污法来处罚了。环保局稽查人员伫咧电镀工厂采集水样，准备送验。因为台中市头版溪溪立林桥附近的溪道，伫咧3月底出现大量的死鱼啊，民众怀疑是顶游的电镀工厂头排废水所造成。环保局马上成立专案稽查，发现不少业者违规。它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不是有妥善的操作？那稽查同仁也会经针对污水处理设施的每个单元去查核它操作的情形，是否有其他的管线特殊的不当的统槽，那来这样检视它现场的操作是不是有妥适妥善，甚至是做采样的部分来用数据去验证。环保局表示，今年头版溪溪发生2起大规模鱼仔死亡。两架鱼体拢验出氰化物，因为部分电镀制程必须要加入氰化物，所以针对头版坑坑顶游有使用氰化物的业者进行稽查。其中12间因为金属废水处理流程无依规定，已经以水污法总共开发150万，其他还未稽查的业者最近卖完成。会每季定期监测，这是全台湾首次，我们定期监测河川塞奈氰化物的浓度、背景浓度。那第二个，我们要再强化这些没有装水管家的电镀业者，我们会再强力稽查。除了这次的专案稽查，环保局强调，接下来会针对大甲溪、大安溪、乌溪这三条台中市主要的溪流进行定期氰化物的检测。高污染建设事业24点钟监测放流水的水质监测器，目前已经有97%的金属表面处理业者配合安装，剩下3%业者会继续加强辅导。记者台中转播道。来看今年的宜兰国际动漫艺术节哦，7月7日开始，同款伫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县政府最近咧找工读生哦，却意外发现讲，面试有一个假的动漫节的培训专业，嘛去招工读生哦，佮讲报名都有600块的礼金。县政府是呼吁民众唔通哄骗。交通管制马上也开开，实在的人数算是真少，嘛无用过活动的相片，原来是有诈骗集团套用动漫制度成立假的马上业，想要让民众加入赖社群了后，来骗民众个人的资料。如果民众没有仔细看，其实你会有点没办法判别，是，除非你是会从按赞数，就是民众，除非你会真的是去注意到你的按赞数跟贴文。环保文化局人员表示，今年的动漫节是7月7日开播，计备将也刷下7月7日。因为诈骗集团套用今年动漫节形象图，若无详细看，真难看出差别。最近才发布就无动漫节共头像的信息，计粉专就随地咧发布，还佫讲加入赖社群提早报名，会当领600块的礼券。就是他提供的说，可以登记啊，抽大奖可以领600块。那我们一般同安节，我们是属于宣导哈，那不会有主动的这件事。而且，今天确实这个也不是我们同安文化局所发送的哈。环保文化局提醒民众要注意这种的假信息。报名工头生只要写 Google 表单的资料，唔免加入咱的社群，已经向警方备案，后继分转会当摕落来，避免民众被骗去。诈骗的这种网站其实蛮多的，而且加上其实也见怪不怪啦，就是
但这就还是应该要提高警觉。你找任何工作，其实你应该都要谨慎的去思考。目前也无民众因为假的买种野红诈骗，造成财产的损失。不过，管护文化局也是提醒，即马网络发达，假的买种野假的信息是四界人来回。同原则相关的资讯，也是要以官方的买种野为主，而且要谨慎判断，唔通去红线大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回开开和尼泊尔日台死亡之案，北检今仔调查结束，嘛起诉这对姊妹啊尼泊尔哦，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做回来审理。另外，伊学的民事案的社工是另外一案来侦办。民间团体是认为哦，除了司法来听话，安怎来预防日台儿童的案件搁再发生哦，才是上重要的。开开案惊动社会，北检侦办姓刘的尼母姊妹啊，涉嫌甲一岁查甫囡仔凌迟时，十八侦查终结，依照凌辱、儿童妨害刑事法典致死等罪嫌起诉姊妹啊。这案会由国民法官共同审理，相关的证据加具体的求刑会伫审理程序当中提出。因那日后联名姓陈的社工的部分是另外一案侦办当中。刘姓被告二人均提起公诉，所犯罪名为刑法凌虐儿童致死罪，成年人故意对儿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成年人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以上两罪并应依儿权法规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为被害人是未成年，依据儿少法还要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因此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律师也进一步说明，因为本案会由国民法官来审理，为着避免和国民法官先入为主的观念，检察官未对量刑来表示意见，也未先对外公布证据。民团是认为，除了司法行公道，更加重要的是要安怎预防虐待囡仔案件发生。最主要是制度吧，还有一些有关单位的权责问题吧。每个人都像踢皮球一样嘛，反正出事情丢给其他人来负责，这样就好了。对，司法是必须要给孩子一个公道，这是最后的一个公道。但是它的意义只是让大家心里好受一点。难道我们只能每一次来要求凶手的重判吗？为了避免危险的代志一再发生，王美君表示，四月二七要上开刀一回，提出四大诉求，对整个系统进行检讨，希望由中央来主持，启动跨部会的联络，建立十层的绩效保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联合国公布2024年世界人口的报告，指出讲有部分的国家哦，查某人有生哦，甲生产了后的死亡率是愈来愈高，主要是因为黑人甲剩食的富人人哦，医疗资源还欠缺。报告阁指出讲，非洲的女性哦，因为有生甲生产死亡的比例是比欧美的女性高130倍。这几年，生活健康状况正受重视。联合国十七公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就特别针对这点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为2016年以来，部分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一直欠悬，其中就英国和美国。主要原因是黑人和生产妇女得到医疗资源是较少。This concerning trend applies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economic spectrum.Even in relatively wealthy n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 failures in medical care for black women who are 3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giving birth than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 这报告是联合国人口基金部门为1978年以来每年拢会发布的报告。今年172页的报告追踪真济领域进展，其中有少女有生的比率、艾滋病感染率、加暴力化、加妇女得到避孕措施，其中伫产妇死亡率方面有可能将烦恼发现。最近战争个冲突，和大家500例本来应有防的产妇死亡，而且国家之间无平等也愈来愈严重。非洲女性比欧洲北边的死亡率高出130倍。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a fragile health system is 130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complications than 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easy access to emergency obstetric care.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呼吁，对性甲生殖健康进行新的投资，搁改善性教育，防止性别的暴力。公司新闻台负责人表示。美国《时代》杂志近前报道指出，讲 Google 提供以色列军方云端的服务，在以哈冲突的期间哦，搁协商要加强合作。在16有几啊在 Google 的员工搁停巴勒斯坦的民众，在 Google 总公司的大楼头前抗议。
凯迪科技公司谷歌的加州桑尼维尔园区头前，数十名谷歌的员工甲亲巴勒斯坦的民众，去标记抗议谷歌甲以色列政府针对 Nimbus 计划结束签合约，加作杀人的工具。Not only is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concerning, but just the context of which the contract is being taken place, and we know that the genocide in Gaza is one of the or is the first AI powered genocide. 这个计划是以色列政府甲谷歌啊，够亚马逊合作，扩大12亿美金的云端运算甲人工智慧协议。以色列媒体捌报道，合约规定，谷歌甲亚马逊袂当阻止以色列特定部门使用因伫计划内底使用的技术。虽然谷歌发言人捌伫个七月说明，这个合约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无牵涉甲武器、情报服务这些真敏感，也是机密的军事工作。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伊军大力使用 AI 人工智慧系统。今次要对加沙进行空袭的目标，而这款 AI 系统可能需要云端运算基础设施才会当运作。为此，谷歌在西雅图跟纽约员工也捌进行抗议，也毋过谷歌煞无回应这个抗议。另外，为着敦促以核冲突赶紧达成停火、释放真正的协议，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了第60届艺术双年展，其中七名以色列馆的艺术家帕蒂尔决定在协议达成之前拢未开馆。It's not the Israel's decision, it's the curator's decision and the artist's decision. And I think it's a very courageous decision. The choice for the Israeli pavilion to close feels like the right one. There'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Biennale to have the pavilion not open, and there's been petition signed. 这项展览吸引各界艺术人组织在威尼斯参观。受到以下冲突影响，在无线电站进前已经数千名艺术家、策展人、啊个评论家，连续一项公开声明，要求排除以色列馆。另外，够23名巴勒斯坦艺术家虽然要求参展和拒绝，有关决定会在双年展以外所在展出作品。国际新闻台是董冰英。巴黎奥运会在7月2日开幕，剩无到100天了。咱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哦，是伫昨来举行宣誓仪式。咱台湾目前伫高中运动27项的比赛，已经取得参赛的资格。一定要提金牌得到冠军，已经提到巴黎奥运参赛资格。朴信国选手陈念琴、吴思琪，田径选手裴明勇、林玉堂，到领导好大型金牌度。男子100跨栏选手裴明勇讲，家己技术甲身体继续咧进步。在跑栏架的步数，我从13步5个栏变到6个栏去了。然后去量身体组成的时候，肌肉量也上升了。潘明勇5月要在日本参加几个大奖赛，将成绩倒起来。另外，林玉堂倒脚的脚筋，而且小可离开动手术，目前已经好啊。现在是好的，我们先追踪他，做一个档案，然后去比较说好跟快受伤跟受伤的时候的比较，然后我才可以更好的预防我的脚伤这样子。在第三摆参加奥运的陈念琴讲，有前2摆经验，这摆更加用心在调整状态。像我最近有在调整，就是自己的睡眠，然后自己要做的，我去分配我的治疗时间，分配我的身体放松、上温暖这个时间，还有分配自己在写奥运日志这一个上面，就也不会特别说因为100天，然后要特别做些什么，因为我就是持续的一直都有在做的。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在9个运动奖里摕到27个参赛席次，帅气，也过亚洲链柔道等运动也陆续确定。跳水评估这一摆参加比赛人数有50个。那我真的有信心，也相信会比东京奥运的成绩还要更好。奥运只剩100天，体育署强调，外交部、文化部、农业部也拢加入，也过第一摆增加安全官、副指官，提供更加全面、更加专业的后勤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全国立管的污染整治场址大约是有400个所在。环境部是提醒讲，民众要买卖土地之前，会当来透过土地登记簿，也是讲上网络去查核清楚哦。环境部是指出讲，以前也有民众伫法院买拍卖土地，后来还阁开上千万来整治污染。以俗的介绍，买到法院拍卖土地甲厂房，民众买了才知影，原本只有废弃物的处理厂，工厂外口堆放有重金属的污泥，经过环保机关检验，土壤严重污染，新地主无小心踏到地雷，虽然毋是污染行规人，煞爱先负起污染整治的责任，开几千万。采取用土壤污染离场的方式去进行改善，实际上支付出去的改善费用就可能会达到千万元的等级，相对于它购地的成本，几乎都是属于倍计以上。
土壤甲地下水呐受到污染，依法来整治。目前国内土壤控制甲整治场址超过400笔，其中污染较严重的整治场址大约100笔。环境部表示，污染土壤会当透过淤土、冰土、热处理等方法来整治，但金额有诶几千万，甚至爱几亿。那讲地下水嘛，污染爱开搁较长的时间处理。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的统计啊，那你一个污染的土壤受整治都是要4到6年，如果你牵涉到地下水，至少要6到8年的时间，牵涉到地下水，那更需要更长的时间。环境部表示，要卖租土地，一定要先上网络来查询，是毋是立管的污染场址，或者是地质成本资料是毋是有登录土壤污染控制或者是整治场址，而且一定要到现场来看，咨询专业的意见。无小心买到污染的土地，若要负起整治的责任，实在是非常头痛。记者林仲明、谢基文台报报道。佮来看位置高雄爱河边的高雄国宾饭店哦，去年一月底停业，甲建设公司合作要拆掉重启，未来按算讲要起250层楼高的住商大楼。也毋过有宣传是指讲附近哦拢是土坝一化真危险的地区，地下室污染上深，恐惊会出问题。今仔早起，市政府嘛召开说明会，针对民众的疑虑，开发单位是表示讲，因会佮来沟通讨论。居民宣传来到环保局门口举牌啊，趁市府18透早要开高雄国宾饭店的拆除改建影响说明会，要求市府甲环评专案小组公布国宾饭店的危楼鉴定报告。它的这个危险系数呢，才30，低于法定危险的标准45，所以它是安全的。但是在2年后呢，他们要申请危楼奖励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它的危险系数飙高到65.7。无到三冬，国宾结构危险度的评估分数对安全变成危险，会使申请危楼重建奖励。容积率因此对原本的840%提悬到1142%，予反团质疑不当申请，嘛予居民烦恼交通的问题。国民街从河东路到市中路只有短短130公尺，要挤进750辆加上500辆，总共1250辆的车子要在那边进出。除了交通的问题，因为饭店地点准备由大陆建设规划改建成58层甲52层的2栋大商大楼，但当地是土壤异化危险区。居民伫会议当中表示，烦恼开挖地基的时阵，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问题。地下室开挖时间采用自动化的监测，跟主席来报告。我们现在就是用自动化的一个监测的系统。改建引起居民的疑虑，高市府表示，国宾为了重建申请无问题。专委员嘛要求开发单位继续甲居民协商，提升绿建筑标准等。开发单位表示会将委员甲居民的意见抓回去讨论。记者陈宏武、柯正全民交管高雄报道。来看伫台湾的美商泰洛斯制作公司哦，伫顶礼拜向向要求中立厂120个物流的员工，五月开始哦去大恒仓库报告。员工是表示讲哦，伊的主管是伊讲，若是无同意，就以控制来处分。因为之前哦无甲工会协商，嘛引起员工的不满。今仔员工是去劳动部订正，劳动部是表示讲会请台湾市政府赶紧来安排调解哦，来协助劳资沟通。疫情连连，台湾政府又无法度。大声喊口号，爱政府较强硬的，好好处理美商公司的劳资争议。因为全球出名的半导体制作公司科林研发集团，在台湾的子公司泰洛斯制作公司，初步向向要求中立厂120位物流的员工，五月开始爱到大恒的仓库报道，那无就以控制来处分。虽然公司提供补偿方案，毋过是逐工115块，有当地则有，也无算伫工资。因为之前无甲工会协商，才被劳动部定情，引发员工的不满。公司他虽然有提出补偿方案，但是他的补偿方案是一天只给115元，有出勤才有，而且没有列入工资计算，3年之后就会取消。尖峰时间来算，一趟大概我们就要多45分钟，那这样子上下班来回一天就要多1.5小时以上在交通上面。那很多同仁当初来泰洛斯工作，都是因为本身他就是在中立这边居住嘛。工会认为讲，真侪员工就住伫中立，才会选择来泰洛斯工作。方便照顾厝内人，公司无沟通，就强制员工对中立搬到大恒上班。
等于是一天要加开一点钟半在交通通车上面，非常不方便。因为安尼向劳动部申请，希望政府到三工，要求公司提供交通车，来回路程应该用加班来计算。若是无接受的员工，也应该提供较好的离职方案。事业单位调动劳工，原则上都要符合劳动基准法第十之一的调动规定。好，那这是最低的一个规定啊。如果今天调动劳工，也应该要考量对于他还有他家庭所产生的压力和负担。劳动部认为讲，资方应该向劳工工会协商，提供合适的补偿，避免争议扩大。也强调，桃园市政府已经受理工会调解申请，而且市府赶紧安排调解，协助劳资双方的沟通。劳动部也会到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的司法和法制委员会第十五通过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提出的国会改革版本哦，全部条文保留要交予朝野协商。民进党团今仔早起嘛排审民进党的修法版本，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林思明是认为会当并案来协商。民进党团的总调官建民哦是批评讲，那必会做伙伫朝野协商，透过表决的优势来否决民进党团提出的版本。那伯要赶在五二零之前来通过这個法案，就是要让前总统赖清德去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阁爱接受随问随回答的质询。关系到国会改革的立法院一款刑事法修法，十五在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占优势之下，强势初审通过那伯版本，全数条文保留，直接送交朝野协商。民进党团反击，民进党立委郑嘉滨十八排审家己提案的版本，也阁有国民党卢玉玲、戴天才、洪小玲等人提案。毋过国民党林思明提出并案协商，民进党吴思瑶发声讲，无任何法案应该予放掉。今天的议程呢、啊，我是认为说在程序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效益，法案已经向前推了。我们还新增了两个章节名，所以连章节整个。职权行使法的章节的排序，这个法律秩序又大不相同。林书明认为这件代志未使讨论两届。吴思瑶表示，国民党的版本干那十四项条文，民进党的版本有二十四项，坚持逐条讨论。也若拿着八三党的国会改革法案，分别有争差。那被提出立法院听证权、调查权，另也是就特定的议案行使调查权。另外，那被要求总统国情报告，而且爱随问随答。那也搁提案刑法表示国会，民进党团拢反对。郭建明直接讲，那被联手抗白，目的就是为着赶在五月二十进行通过。杨某很清楚啊，在五年以前要通过嘛，要找赖清德来担任总统来做国情报告，要即问即答嘛。还有书面报告，这可得吗？这违宪的嘛！说谎官员要罚啊！这是二零一六年民进党版本里面的，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二零二四年版本特别把虚伪陈述拿掉。对我们现行上并没有对这一方面有做规范了、啊。民进党心中他们在意的，从来就不是立法院要怎么建立规矩，从来关心的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针对政府立法院长的投票，那八拢支持提名投票。民进党是提出强化国会资通安全，完备党团协商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大地动了后，德鲁库国家公园是愈惨惨，四界拢有崩山。台管处是表示讲，望讲年底进前会当修复。另外，苏花公路的沿线嘛，望讲三个月内会当修复。时间另外一堆怪手放几排，甲花莲县副官员全体一鞠躬，向伫咱的孔老师来致意。天龙寺大楼主体拆除，伫在后十五天，那赶时来进行，那协助检方采证，那救援调伫内底鸟啊、甲鸡啊，十七种乌龙拆完，完成这拆除的任务。蛮困难的，本身倾斜二十几度哈，啊需要钢梁来支撑，啊在拆除的过程中非常多的余震，它不断的倾斜。目前就是会进行周边的自来水、电力、耗制，还有路灯的复原动作。先这拆除的作业正式过一段路，也唔过修缮好徛街，也个房屋中间这工作拢也等待进行。另外等待修好的也个有这个花莲的泰鲁阁。因对洞穴内底看到结构美景的旧窟洞，和土石拢砍掉了。另外，还看到真侪石板甲岩石的加重薄度，崩山了后拢变形啊。
要有对音乐口会使看到峭壁开阔形成的一线天景色，即阵步道也拢断了了。苏捷保存区的对落古道，更加乎大石头拢砍掉了。另外，也有修对落步道这所在，勘察了后也发现断桥。本来初步判断是会比较轻微，不过这次，管理处的同事进去勘察，又真的会比我们初步判断的还要严重。坠入古道啊，或九曲洞等等，可能就是尽量来努力。那我初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年底有一个初步恢复的一个景观出来。泰鲁阁总理美景和强烈地震摧残了后，即阵美景不在了。泰管处也坦白讲，真侪热门的景点甲步道，灾情比无心行为更加严重，真侪土石崩落，荷兰残桥毁损。不过，苏花岩线像是回的步道、中村石步道受损是相对较轻，上近三个月来修复开放。从九二一的地震的经验，或者从日本大地震的这些经验，要让一个地区要让它稳定下来，恐怕需要的时间要到十年以上。有一些这个步道啊，其实是临海的，这些呢都是大自然存在的一些风险。台罗国吉保景区会赶紧来修复新开放，除了损害较无严重，当然也考虑这个观光因素。我行者无反对，不过也提醒讲，尽量甲大自然和海来处理，减少风险的产生。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地震哦，地震的观光业也受到影响，有真侪民众嫌热的订房拢退掉。观光业者早起去台东观议会顶前，嘛呼吁讲要赶紧来公布进行旅游的方案。三十外个台东地区的观光业者，做伙去台东观议会顶前，表达花莲地震了后，台东的旅游业受到苏花公路的损害，少人刷红退房，团客买来，散客嘛减少，尤其是热热就要到啊。台东县热气球节旅游的大月，平均的订房率敢若剩三成，比往年有甲八成的订房率是减真济。烦恼长期落来会有饭店经营袂落去，希望中央甲花东看作是一体，提出具体进行旅游的方案。以往都有六成的订房率，现在只有剩下两三成，连暑假也在退订，这样是很可怕的。影响到我们在地游览车接北部客人的生意，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游览车的生意大概目前最少都掉到六七成左右。有业者表示，游客买来的最大因素是对地震了后的交通无信心，环岛的行程全部都去用取消。不过也有业者认为说，政府顶多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发展，而且补助哪些公路的旅游，透过海陆的接驳提供另外一个华东旅游的选项。可能大型的游轮没有办法，但是中小型的游轮应该它有机会来克服有关苏花公路大家没有信心的这一段。中央如果来协助我们，尽快来把这一段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就能够为台东带来更多的旅游的客人。管府表示，今年休假开8000多万举办的热气球节活动，反而会受到冲击。不过已经有透过各种影音宣传的管道，对外宣传台东旅游的安全。不过也是会向中央传达台东观光业者的心声，在地震了后进行旅游的方案内底，把花东看作是一体的，做回来复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俄罗斯昨轰炸乌克兰北部的都市切尔尼戈夫，造成17人死亡。另外，英国的广播公司 BBC 是报道指出，讲开战以来哦，俄罗斯军队死超过50000人。看到横行送在乌烟呈起，微电车内的乘客感觉唔对等，甩起飞弹飞过头壳顶。乌克兰北部都市切尔尼戈夫，加州俄罗斯上新攻击目标，十七遭到轰炸，有人死伤。乌克兰官员表示，有几粒飞弹打中市中心，关键基础设施甲病院受损。俄乌冲突之前，这都市人口300000，这摆攻击是这几礼拜来上致命一摆，为建筑受损，个人受困。病院人员呼吁各界赶紧来关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朋友紧急提供防空支援，佮表示，若全世界对当前俄罗斯恐怖活动的决心有够坚定，安尼代志都袂发生。最近，伊用3月10日俄罗斯空袭摧毁基辅附近的特里皮利亚一电厂事件，表达乌克兰的处境。У нас закінчились всі ракети,
为俄乌冲突以来，俄军在乌克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0。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用上述的记者、独立媒体网站甲《智刚电》通证了后的数字，也比莫斯科当局自2022年教会，甲即马为伊公开承认一摆公布的数字，高出8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波音公司灰暗的风波不断，美国国会将举行听证会，波音的工程师萨利普详细指控波音的安全问题。波音灰暗老胖真多，举报人波音工程师萨利普17日听证会表示，和头家电话嘛40分，连台国防插破，因为伊提出公司的飞机有安全记录。萨利普伫波音有17年的经历。萨利普顶礼拜伫接受 NBC 专访的时阵指出，波音787无犯客机有重大安全记录，应该随停产进行检查，也做无解决目前安全问题，飞机有可能伫飞行途中向向落来。I found gaps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 that were not properly addressed 98.7% of the time. I raised concerns internally. I was sidelined. I was told to shut up. I received physical threats. My boss said, I would have killed someone who said what you said.主持听证会参议员布鲁门塔表示，会调查这件代志。有愈来愈侪指控显示，波音的安全文化和做法让华人无法接受。先后一撮波音高层举行进一步听证会。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台新型波音737 MAX 9客机起飞了后，部分机身崩溃。当时乘客虽然逃过一劫，但过刷来是几落千航班取消。波音飞安，让人质疑，一直在接受调查。这个前波音737 MAX 8，第二次从2018到2019年飞机落来时阵，夺走346条人命，还佫停飞737 MAX 8。这届听证会，另外一个举报人是737 MAX 生产线主任经理皮尔森，伊讲，伊早就几落届提出警告。I'm not surprised.Because nothing changed after the two crashes. 萨利普也指控波音的安全状况，那亲像直升俄罗斯登弹，危害乘客性命，永远唔知影事故什么时阵会发生，会伫倒位啊，也甲安全发生。波音公司伫听证会后表示，知影还佫有真侪工作爱做，当地公司内部采取行动，也严格禁止报复的行为。为一月以来，员工举报案件大大增加500%以上，显示公司建立一种唔惊人压坑，这方面是原来有进步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咱再会。